们就是把我们丢来这里试试看，啊不行，这个节目就取消这样。啊可以，他们就要花大成本让我们继续做这样，我们要让他们刮目相看。这个节目的心态就是我们要创新，或者就是我们做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东西。你闻一下袋子，闻到，你闻一下袋子，好臭啊！臭豆腐 ，no。夜市本来就是都是人工的、啊，没有，我们只有三个人，我们没有钱再请人工了、啊。我刚刚还上网查了一下工读生的最低时薪，2023年1月1号开始是176块。我刚算，如果我们要卖190串的话，我们要卖12个小时，因为你算如果是4分钟的话，那这样子我要考12个小时，然后工读生薪水是2112元，我根本付不起。有点夸张，但是我们要45颗洋葱。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会把我们搞死。为什么切个洋葱会流眼泪？哎，小心，小心呀！呀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就打包出摊。越炸越漂亮。菜式又没了，菜式又没了。没有。再次喂港，我们给吴宇威来点掌声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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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牛，多一点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阿贝来。阿贝来哈，你是什么菜？什么菜？辣妹，辣妹牛。哎，是你东西给客人吃。第一轮那边还有，第二轮再等够迟一点呢。对对对，好，拍谁拍谁，我们也改进。Yes ma'am， 客人永远是对的。人生没那么难，不要这样那么容易放弃。没事没事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慢慢来。好累啊！哦，我身体酸痛。